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黑旗》。上一集我们把主线任务所要的金属货物收集完交回去之后，开始攻略岩剑潭。虽然说暗杀任务，然后闲晃，遇到新的鲨鱼，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杀杀看新的鲨鱼。I see him. Yeah, 没中。See anything yet? I see him off the starboard bow. Hang on, we're off.应该就是最常看到的那一种鲨鱼吧，好像速度比之前的锤头鲨还快。Good hit, Captain.不行，我再这样子没命中下去，鱼叉就要用完了。Stay sharp, lads.He's coming for us! Straight ahead! We're going there! Oh, 命中头伤害比较高吗？He's a monster! 啊，这只也很大。Well done, Captain. 既然捕到了，我们就来看一下牛鲨的介绍。其名来自于他们的短鼻以及他们喜欢用头去撞击猎物的倾向，通常会出现在温暖的潜水水域，对人类来说极有侵略性，同时也相当危险。母鲨鱼的体积比公鲨鱼还大，而成鲨的长度可达 2.15 公尺。捕完鲨鱼之后，就直接返回了岩剑潭。应该还有一个暗杀任务等着我们。We're headed straight for land, sir. Call them in. Get off the wind. Crew up top. Douse those men.这里白天真的不怎么样。Se habrá dado un golpe en la testa. Alguien le ha dado un golpe. Ha perdido. Alguien le ha dado un golpe.高哦！Debe de estar loco。你的目标是一名圣殿骑士间谍，他正在干龟岛的要塞中担任炮手，把他找出来宰了。所以。还是要去攻略那个堡垒嘛。好处是没有被发现不被发现的问题。啊！真是的，为什么不能下楼梯啊？哎，你下楼梯还不能滑下来哦。好弱、哦！我记得之前的不知道是哪一只可以啊。
4000多公尺，很远啊。Captain has the helm. Fire！ 啊，又按到了。Give me some speed。我记得全速的话转不过去，我们用中速试试看。刚好。这么远，我们就加速一下好了。它的警戒区好大，还有1000多公尺就是警戒区了。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炮打过来。这个警戒区是设好玩的吧？三个，比上次那个还少一个。啊，这样没有问题的啦。这个弯转过去应该就是了。准备开战。一个，好轻松啊。这很痛的，还好没有中。带火的炮真的很扯，超痛的。没转好了，快要撞墙了。啊，距离太远了。这样好不好？还要再转一次。耶，快一个，快一个。没有。Awaiting orders. Fire! Whoa! Down to the drink. Ease off the wind. Call it all sail. Move the men. Reef those gallants. 那边应该也可以上岸吧。
没有问题。敌人没看到啊？应该在上面，怎么样上去？欸，这里上不去。一定有办法上去。这不知道行不行？可以。哎，原来你就是目标，你自己来，我就不用找啦。再来就是把指挥官也杀了。绕过去就可以空中暗杀了吧？先拿一下宝箱。哎！暂停往暂停室之前，我先把碎片拿起好了。现在看到两个碎片，没有安全的跳下去的方式，从这里跳应该还好，试试看。损一点点血而已。下面还有个宝箱，下去拿。从这里这样下去。再来就是爬回去战情室，完成。我觉得这些成那个要塞和他的守军应该要好好训练一下。一艘船就打下来了的要塞应该没什么防御能力。哦，这个地方的东西好多哦，有新的传奇船只。我看先不要去管他好了。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过了，不能进去。就到处捡东西，把东西捡一捡，再回眼见他。那几艘船好可怜哦。那亚塞怎么突然变那么强的感觉？
you slugs! Man those sheets! Sovereign Command! Sir! There's loot floating here! Tahan here, Chuan. Oh! Tahan, man! I don't want, man!看一下几等，十七等，白色字，应该没有问题吧？把你打成，这样我怎么拿东西啊？要塞太强了。我们又到处收集，到处战争，最后又回到了岩剑滩。中间没有什么有的战争，所以就跳过他们。要有列船，再卸下两艘，那是因为我有两个叉叉的关系。没关系，挑战看看。一艘一艘击破还可以补血，应该还好。这个血有点多。这个应该跟之前任务的时候要收集金属的那一艘一样多血，这样的话会打很久，可能要先把另外一艘跟打打看，看看是不是也那么多血。看起来另外一艘有比较小一点点。真的，另外一艘血不多。可是这一艘一直靠近过来，我这样没有办法去打另外一艘。好险没有被撞到。啊，这样应该就可以先对付这个了。他对自己火药桶弹药就损那么多血，先补个血吧，把血补满。为什么没有中？但还要上船，真是。还好，也解决得很快。再把那一艘比较难缠的拿掉，应该又可以抢不少货物。Take your shots, sir! Douse the four! Hurry! On your mark, Captain!
不会吧，护卫舰。希望不要把护卫舰卷进战斗里。咱应该没有炮弹飞过去，跟弄到护卫舰他们。哦，还是有啊。那完了啊！护卫舰旁边两艘也可以用来补血的。就是我在前几场战斗的时候想到了办法，就是拿比较烂的船来补血，然后去打比较强的船。啊！讨厌！但是这样的血量我可能来不及撑到打出一艘补血用的船。哦，我看我先逃走好了，我逃进岩间台里面。啊！想说丢火药桶，让他们减速，就来不及了。死掉了之后，那个猎船的叉叉就会不见的样子。已经开始停播了吗？啊，原来他会自己进港哦，不用我自己开，因为我自己开这么小心。拿瓶颈，把在这一集看能不能把岩剑滩的所有东西都拿齐。在我出生的地方。我叫了快20年的那个家，虽然不富裕，但充满美好回忆。波士顿是个漂亮而且平静的好地方。我的父亲是个鞋匠，我的母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努力拉拔我长大。我们住在靠近南边海岸港口的地方，每天都可以看到大船进出，许多货物都靠着新殖民地进出口。所以这个留下平信的人，他从小就住在港口。我仍然记得，我总是为那些船还有他们经历的冒险而着迷。这不只是单纯的消遣或想象而已。我常常用一个早上的时间坐在港口，看着大船从远方进入港口，或是消失在远处，如同做梦般缓缓地沉入地平线。我不知道天边的另一端有些什么，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我想去旅行，去探索。就在那时候，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波士顿，我想离开到远方去探索，并解开我身上的谜团。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但其实我对我的幼年生活没有什么不满，我很敬爱我的父母。超越平信早期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那个写信人的故事了。所有东西都捡到了，剩下就是这个酒馆。
Hey. Hey. 我做了什么吗？为什么要？好吧，要打就来打。我已经不会像之前在哈瓦那的时候那样被打爽的。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袖剑和拳头应该是差不多的？拳头按到防御反击的那个时间可以留比较久。然后我们完成了金色的岩剑坛。这一集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就去看一下港务长那边有什么船的升级可以用，毕竟也抢劫一段时间了，总该有些升级，不然每次遇到护卫舰都被打爽的。¿Quiere algo?这个还不行，这个也不行，撞脚。哦，我喜欢这个，升一下。别人每次都撞我，我也要撞人家，撞回去。哎，还可以再升一级耶，再升一级。这个要单纯用钱的也买一下，反正我有钱。但是侧面的圆弹，最常用的。一次买到顶级好了，哎，不行，最上面太贵了。炮击炮，这好像也不错，我可以不用接近敌人，这个就没有那么必要性。新的炮，中弹，好哦。哎，这个没有什么用，不想要。还可以潜水哎。我看就先买迫击炮，还有中弹。但储存室的话，这两个炮让它存多一点。好，钱花光了，看能不能卖点东西好了。糖是没什么用的，没有办法升级的，应该可以卖掉换钱。还有莱姆酒也是，我原本担心说水手们要喝，所以不能买，说好像可以的样子，因为我也没看到他们喝。猎物的话，这样用来做东西就不要买。近距离伤害、哦，船也升级完了，我想这期 episode 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这就是破击炮，我看出差异了。